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，今年的主题是健康睡眠，益智护脑。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被睡眠问题所困扰，睡眠障碍已经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心健康。有调查数据显示，超过3亿中国人有睡眠障碍，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38.2%。此外，60%以上90后觉得睡眠时间不足，60%以上青少年儿童睡眠时间不足8小时。来自贵州兴义的80后市民施女士告诉记者，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，平时心理压力较大，导致她2年多来几乎天天晚上睡不着。饮食没注意，又没活动，反正肠子里有点粘连，里面有积气，然后就导致睡眠。所以回家去的话，然后睡眠一直不好。贵州贵阳的丁先生，10年前由于工作需要倒班，因为睡不好觉又长期饮酒，而且很少外出，活动量较少，导致他6年多来一直睡眠困难。到退休了以后就对这个睡不着了，睡不着一直到现在。工作的原因，这个生物钟大乱了，就是没睡着。我12年退休了，退休到现在都没睡着。丁先生和施女士都告诉记者，那段时间长期失眠已经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。后来他们根据医生的建议，每天坚持运动健身，合理安排作息时间，失眠情况逐渐改善。睡眠这块跟正常人一样了，现在可以睡，再撇的都要睡6-7个小时，白天不准睡觉，要是准睡觉爬不了那么多，这个星期五就可以出院了。我睡眠也完全有改善了，改善很多，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。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医学中心主任冯霞告诉记者，很多存在睡眠障碍的患者，大多数是因为工作生活的压力所致，这也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出现睡眠障碍。我们就诊的患者当中，这几种情况，一个是睡不好、睡不着，还有睡得过多，这三种其实都属于睡眠当中的疾病。现在睡眠医学当中将近有90多种睡眠疾病，失眠的患者实际上现在很多，但是全部就是分散在各个医院，有可能是在神经内科，或者是在精神科，或者是一些内科啊，还有呼吸科在就诊。那这些病人实际上他的睡眠的特点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医生就要先根据他的一些临床的一些表现来看一下，到底这个病人有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。冯霞告诉记者，想要有一个健康的睡眠，首先要保持生物节律，规律作息，其次要有充足的睡眠动力，坚持白天外出锻炼，睡眠驱动力才会在晚上发挥作用。对于因为情绪造成睡眠问题的人群，可以做一些放松训练，比如正念冥想，进行心理认知治疗。晚上你睡前2个小时是尽量不要做一些刺激性的活动，上床以后就是睡觉的时间。如果你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，比如说你会默念一下，就是关注一下自己的呼吸，就只关注你的呼吸而已。那有些人可能会关注呼吸以后，会思绪会飘出去，会想其他的东西，那这个时候你只需要觉察到它，然后把它再轻轻的拉回到呼吸上面来。而很多人还是很有效，就是坐着坐着就睡着了，这就是大脑皮层放松了，它就能够让它入睡。